沈西成文章分享，中秋夜谈李香兰。中秋月皎洁，难得日有高桥远道来访，同佢倾咗成晚，以解我寂寥，不胜快意。两人合计138岁，倾偈嘅兴致未因为我哋年纪大而退减。我哋坐喺小咖啡馆入边，一倾就三个钟。呢个中秋不生难忘，三个钟倾咩好呢？专注高雅，避谈俗事，只系讲歌声文学。高桥早稻田毕业，开头喺报馆工作，后转赴电视台制作节目几十年。近况点呢？佢爽朗话：而家我系食老一族噶啦，食阿妈，饮阿妈，住阿妈啊！佢阿妈今年91噶啦，同住好照顾啊嘛。现职又点呢？佢蛊惑一笑：冇正业啊，四处游荡，今日就北京，听日就香港、台湾。高桥系独家子，自幼溺爱，终成浪荡儿，我羡慕得好紧要。大学途中远赴北京研习中国风土人情，能够讲国语，善写中文，游精于旧日上海歌坛往事，文章散见日本、香港各大报章。早年我写了两三篇李香兰女士的文章，其中有涉及李香兰得唱夜来香的始末详情。高桥误以为我是专家，走来找我，要提供李香兰的绝密资料。他边度知道我只是一个南国先生，搭搭台脚赚几文稿费啫，讲掌故万万比不上台湾的蔡登山兄。不过他多数做文人事迹，对歌坛歌星的兴趣又不大。我哋走过三巡，高桥说话滔滔不绝，顺便讲咗一宗日事俾我听。佢话李香兰生前最后嗰几年，高桥常伴喺伊人左右。李香兰跑嚟香港揾佢嘅老姊妹姚莉聚下手，高桥劳前马后，殷勤引路，长日相伴。所以听到人哋冇办法听到嘅有关李香兰嘅秘事。李香兰嫁学西归之后，高桥奔走于北京、上海、北京图上，意欲筹划一个李香兰传奇嘅舞台剧。咁啊，同香港商界商讨啦，大多数系盛兴而来，败兴而归嘅。东洋武士道精神，终不敌香港嘅市侩。高桥啊，高桥，你知唔知道商人最重要系利益啊？有钱赚好商量，冇钱赚就收工噶啦。嗰晚高桥发咗一阵牢骚，心情并不好，举起酒杯话：，唉，大哥，我哋饮酒啦！佢恶高个头，啤酒往喉咙里边系咁灌，语调凄怆悲楚。唉，我睇上嚟真系一片荒凉啦。好啦，呢篇文章咧就最近写嘅，我自己都睇咗咧，都觉得好凄凉。呢、这个世界咧，你要讲些少文化嘅嘢咧，系冇乜人睬你嘅，知嘛？啲人唔识噶啦。李香兰虽然系好出名个歌星，系我哋呢一代人。你30岁以下嘅人唔识李香兰，知道嗰首歌系边个唱咧？张学友唱叫《李香兰》。总之话俾你听。你而家同啲年青人讲呢啲嘢呢，真係对牛弹琴，佢完全唔识，佢何来有兴趣呢？咁即係话呢，我哋嘅通识做得好曳，淨係知道呢，佢嘅电脑去到边度，佢即手机而家咩版本，佢如数家珍。但如果你讲下呢啲有文化嘅嘢呢，佢完全唔懂。即使你讲歌曲，佢咪最叻去到哥哥啲歌囉。是吧，哥哥以前呢他就不懂了，完全不懂断层。对于往日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时代曲，四五十年代的上海时代曲，完全陌生，完全不懂。有些问他姚莉是谁，他都不懂。有些问他喂啊，李香兰不懂，不要说我这些低一点，真的不懂。那为什么知识贫乏到这样呢？咁啲年輕人唔覺得為恥，又覺得咧，呢啲嘢落曬口勾曬啦咁。你冇得講啊！一個城市對以前嘅傳統嘅優良嘅文化完全唔注意咧，呢、這個城市咧係冇生命，知嘛？冇傳承，冇以前嘅嘢，
係點會有新嘅嘢出嚟？所以現在咧，你個歌壇咁差，點解以前啲歌做得咁好？作曲家人才輩出，有姚敏就有陳歌生，係咪？寫詞有陳蝶衣，有李俊清，台灣有左雲泉，有莊龍，係咪？好啦，到最後香港啦，八十年代都係叫做有胡家輝、黃沾啊，都輝煌之後咧斷層冇啦。你而家話俾我聽，香港有邊個作曲家？有好多人寫過，寫得好有，我未聽到，咁啊死啦！點解會咁咧？第一，對以前嘅嘢唔留心。邊度有新嘢？新嘢就直機喺舊嘅嘢度出嚟噶嘛，唔好一出世就識，冇咗嗰種底韻，好淺薄。所以嗰啲歌咧，隻隻歌嘅旋律差唔多嘅啫，咁啊慘啦！你叫一個歌星唱呢啲歌，你唱十次，我哋都冇辦法記喺腦筋。咁呢啲歌啊，點會流行咧？係咪啊，莫仔你話啦？咁啊，大哥你講得好啱嘅。大哥，不過另外咧，你老友阿高橋咧，喂，佢諗啲嘢就真係好特別喎、哦。佢話要搞個舞台劇啊，關於李香蘭。咁你舞台劇本身已經係唔容易搞嘅嘢，仲要喺香港。咁香港以我所知啲舞台劇咧，大部分都係即係叫做送飛俾人睇嘅，自嗨嘅多啊，真係唔係一件揾錢嘅嘢，係嘛？啊，我話俾你聽。真的而家香港人嚟講，電影都未必睇，點會睇你歌劇、話劇？唔係冇，真係少眾嘅趣味。呢啲真係冇得搞嘅。啊，聽歌唔同啊嘛，好喺屋企聽，係咪？但係真係冇好嘅歌，冇好嘅歌曲。近二十年，我睇唔到香港有咩作曲家作啲好嘅歌出嚟俾人唱。咁你話胡家輝？如果顧家輝同以前嗰啲比咧，佢都唔係一流，佢最多二流嘅啫。但係香港佢係一流。如果你同啊戰前上海嘅嗰啲，同埋香港五十年代初期嗰啲咧，舉例啦，啊陳歌新，啊劉雪庵啊，黎錦光啊，喂，李厚霜啊，你真係冇得比喎、啊！你知唔知真係爭啲喎？但係咧，到顧家輝嗰、那個年代，真係顧家輝獨一無二，冇乜人超越佢。所以啊，佢點冇嘢拍手，我都覺得好可悲。阿輝哥，黎小田啦、啊，係黎小田得，但係咧同嗰啲比仲爭咗少少。但係香港夠殺有餘，夠殺有餘。黎小田作啲。柔情的歌是一流，顧家輝比較氣勢磅礴啲，係嘛？上海灘啊嗰啲，即係咁講啊，呢兩個冇咗之後咧，冇啦，我睇唔到有乜嘢作曲家咩雷仲德嗰啲一陣，冇接唔到班，所以啲音樂唔會起，對唔對？當其時我哋香港咧作曲人才凋零。咁啊，用乜嘢咧？用日本嗰啲改，而家日本都冇呢啲人才，咁啊玩完啦。我哋好多歌，譚詠麟嗰啲歌係日本歌翻過嚟啊嘛。谷川新司嗰啲改啊，唔係佢哋嘅功勞啊，你知唔知啊？你唱都會紅啊，除非你唔識唱，好曳嘅啫，好似一個容易受傷的女人。你識唱就紅噶啦。咁啊，王靖文好彩唱到呢首歌咪紅，並不是佢唱得好，係人唱都得嘅。呢首歌旋律太好啦，點會唔得啫？對唔對？但邊度有呢啲歌？都話香港嗰陣紅嘅歌十隻有八隻係日本歌轉過嚟噶，唔係我哋香港嗰啲作曲啊編個曲唔係佢寫噶。嗱，香港咧有一個人作曲係唔錯。可惜佢就唔夠運撞車，而家變咗植物人，就是、蔡國權，唔錯噶蔡國權，知唔知啊？得噶蔡國權，佢撞咗車啊嘛。蔡國權好嘢噶，係咩裝飾的夢啊嗰啲係嘛？冇啦，好嘢啊，佢得啊，可惜撞車，蔡國權而家好似都冇嘢啦，係嘛？
喂，好即翻刻啊跌嘛？啦，点会好翻啫？你傻傻地，咪就系要养老院嗰度咯，即系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啦。点作啊？即系呆呆斗斗咁咯，撞车啊嘛。咁好啦，讲。我未好翻嘅，未好翻。佢好嘢，你睇佢无奈啊，徐长谷嗰啲掂噶，佢唔输得过俾你黄沾嘛。有啲歌喺黄沾之上，我觉得佢真系好可惜。一个黎小田。是吧作得几好啊真的作得好的喎、啊、那首什么歌啊柳影红唱那首什么啊梦里百花静静开边那首什么歌啊天啊我记得那首啊真的好东西的柳影红唱的。大内群英的插曲来的嘛好像。不是应该天残片即是柳影红唱的。天残片。嗯，正明开系咪？嗰阵我哋阿黎的做日日，大家坐呢个唱，滴答滴，个都识个音乐噶。啊，梦里百花正成河，梦醒又没有存在。我哋啲编剧都识唱。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年费1000蚊，请即订购支持。